主料，猪前腿600克，莲藕三分之一个，香芹100，辅料，姜一块，香葱2颗，盐1茶匙，鸡精二分之一茶匙，黑胡椒二分之一茶匙，红烧酱油一汤匙，食用油一汤匙，蚝油一汤匙。饺子皮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原料图，莲藕切丁，猪水捞出沥干，猪肉加芹菜、葱末、姜末一起剁碎，调入所有调料，加2汤匙水，搅拌均匀，包成饺子，煮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因为用的红烧酱油和蚝油，所以没有放糖，如果用酱油的话，可以适当放点糖，莲藕的比例要掌握好，不能多了，而且一定要注水，比例不当的话，就像某人说的，吃的一嘴藕沫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